买了一个，上次我买一个 Nike 的腰包，这次又买一个不同颜色的，应该还不错用。来看一下，就这个，因为这个出去洗脚是什么很方便。然后这个是原价1050，我买900出而已，还不用运费，因为这个容量很大，很方便。之前我买了在这里。买不同颜色，就出去玩背一个这个就好了。看跟背包差不多的，我都用 Hope 斜背的这样。很金色，好像比较亮。之前买的是这个颜色。之前我买这个才830块，可是它越来越贵，才越来越蛮大，表示它市场销路很不错，所以又买了一个跟你们分享了、啊。这是在露天买的。它、啊、是卖950块不用运费，可是我那个还可以折扣红利，所以才买930块31块这样子。